辉投资报，大家好，我是戴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投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资金的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汇多不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用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的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降，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还需要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同时，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汇率已经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一次都给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流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差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1月19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216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16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同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有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7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 32.8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17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安国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7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年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安国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4到5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44.1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3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44.1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3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44.1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23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3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凯裕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3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张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凯裕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3天2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9.3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5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9.3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月15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9.3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25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很简单，一样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5号这一天，操作一样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台华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
系统告诉我们青年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台华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编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9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月2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9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不知道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2天的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接着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月2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9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3月2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还是一样，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3月2号这一天，操作一样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自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宜华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3月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前两票赚的钱放在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宜华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一样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编台，短短的1天2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从2月3号到今天，14个交易日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125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125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像过去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投资者在市场当中都会非常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绝对不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也不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死抱不抱等股票上涨。最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更不像过去一样进错时机总是会慢了半拍。而跟着时间做时要求非常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也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一档股票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很清楚而且明确知道哦，在14.1块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难道你要等到今天跌下去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卖吗？是不是又来不及了，又慢了半拍？这时候你一定会很想问我，我如何领先市场知道 14.1 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很简单，要领先市场直接来看电脑会比较快的。一起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只要是赚钱办法，所以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都是一样道理。就同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那个事实，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当天除了明确进场点、停损点之外，停一点会一并直接告诉各位，看哪里？直接看实体信号，他告诉各位是 4.12， 四舍五就是 4.1， 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14.1要卖。后来在连续几天大涨之后，最高来到 14.15， 所以我们设 14.1 一定可以卖掉，可以把这一段最好赚的放口袋。再不有任何一张股票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甚至在里面浪费任何宝贵时间。同样的，很多投保在做股票过程当中，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把所有资金集中操作在单档股票单一个点位上面操作。好好想想，过去呢，你买股票是常常会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你绝对不会敢买多，因为等到连续大涨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你还是不会敢买多，所以买不多赚不多遗憾持续不断发生，财富当然难以累积起来。但跟着时间做交易很简单，一个阶段永远唯一这个最好赚的买点，就同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的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绝对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加码点的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就是很简单，100%自己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买的多自然才可以赚得多，而不是买对股票只敢买个一成两成，把资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只有没有把握的人才会这样操作。同样的，每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因为涨是赚钱办法。包括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们同样看到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所以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还是一样100%自己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绝对不是等到行情大涨之后甚至涨停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而是要买在涨停的前一天前两天。同样道理，我们可以再看那股票，事实上当我们有赚钱办法的同时，每档股票都必须要来帮我们赚钱，而且做股票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同样道理，在这档股票这一天我们同样是不是看那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同样的，既然是唯一，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加码点的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还是一样100%自己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更重要的，也就同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强调的，买股票绝对不是等到长红涨停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而是要买在涨停的前一天、前两天。而这就是时间做交易桶独特技术，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常会跟各位分享。好好想想，如果在操作过程当中有把握，何必把资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甚至每次股票只敢买个一成两成这样子买进，原因是什么？因为从头到尾在猜，就才会有这个情况。但是跟着时间做交易桶很简单，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就够了，一个买点就够了。也就同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金流观念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
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当你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期指的同时，中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的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2一个月过去的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853点，03呢九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076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多一笔，一口当冲呢一样可以挣201点。但是很多投资朋友过去也跟过很多老师，甚至用软体来帮操作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积起来？因为你在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的问题，最重要是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降，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需要打折，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百分百不有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可以去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多一笔，一口当冲呢一样可以挣201点。同样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今天的每一笔的交易讯号。今天第一笔交易讯号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跳空盘同步做多，包括这个地方有个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为什么这两个讯号不做？很简单，因为在进场之前我们会先知道进场停损停利，如果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必须要等待下一个机会，也就在这个地方趋势盘同步做多一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地方，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而线上是红色，所以同步做多。因此呢，收盘收定必须设收盘价，也就是15980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最低来到15978，所以定价当然百分百全部可以穿成交。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201点一样要把它发一口单。也就同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